富邦悍将林奕泉联合报系资料照片记者侯永泉摄影分享。富邦悍将队沈权林奕泉今年季前签下两年合约，本季月薪75万元，已是生涯9年新高。由于出赛105场，打击率353都达标，明年月薪将升至80万元，再创个人最高薪纪录。林奕泉2009年从新农牛队起步，连续9个球季打击率超过30%，近6季都达40%以上，生涯平均打击率350%，今年53%之落后 Lamigo 桃园队王柏荣407%，统一狮队陈杰宪387%，在中职排名第3，也是悍将全队最高。林奕泉去年月薪65万元，今年增至75万元，明年首次冲破80万元门槛，这个数字在全联盟排名第2，只落后中信兄弟队大师兄林志胜，月薪120万元。悍将队总监陈俊池表示，本月开始和球员及经纪人谈薪，1月中旬展开春训。